不是一般意义上的商品，却可以衡量一切商品的价值。这就是人们天天使用的纸币，它是当今世界各国普遍使用的货币形式。现在市场上流通的是新中国发行的第五套人民币，在人民币的票面上印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徽和发钞行名称中国人民银行，这些图案所代表的正是支撑货币体系乃至整个金融体系最为重要的支柱——国家信誉。所以人民币